各位新人，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今仔是，头拄啊，我校长讲的，我是代班。因为安尼，所以这个，我的时间我尽量差不多看半点钟，还四十分。啊，剩的我想因为这题目真大，所以咱会使来，讨论一下，安尼可能也较趣味，来互相互动。因为吼，这个问题应该是。真重要。对 WTO 来看，一个话题。我想哦，这个因为今主题是人权啊主权，所以我想嘛是爱对家来切入这个主题哈。虽然 WTO 大家常常拢有咧提起啦，不过在座后这个。法律个教授权威啦，我想搁再甲伊重复一遍，互大家了解一下，应该嘛是吼真重要。所以咧资料吼已经迄、那个有提供大家啦。所谓 WTO 的定义吼，是伊讲这是一个自由贸易自由化的一个组织吼。即、這个是迄个来吼，大家来协商。贸易这个协定的，就政府吼来互相来协商，的一个平台啦吼，这个嘛是来解决贸易的争议，解决贸易的争议的所在，上重要的一句，这个 WTO 是一个是一个贸易的规范的制度。之下来运作，意思就是讲，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其实是伫这个吼一个贸易规范的制度下来运作的一个国际组织，所以伊是一个真严格，是有签有法律的大家爱遵守的一个国际贸易组织，这是真要紧的假使这个政府会员到会员之间，那有贸易的争议，就讲做生意啦，吼，之间若讲有意见，就大家起来 WTO 来解决。所以 WTO 的特色就是安尼。咱台湾是1990年，根据这个 GATT 就是嘛做关税跟贸易的总协定，关税跟贸易的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关税跟贸易的总协定第33条用啥物呢？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个别关税免一这个名义来申请。所以就是讲 ，WTO 其实要申请会员，内面呢一个是有这个政府。国家啊，另外一个就是个别关税的领域，只有两种拢会使来申请，对啦吼。咱台湾甲中国当时拢咧申请这个制度，所以咱台湾当然经过甲这会员，我看特别是这个美国啦、澳洲啦、日本等等，大家协商，咱台湾要加入这个。即、这个迄阵叫做 GATT 吼，叫做关税及贸易的总协定，咱到底变作用什么条款？结果呢，是用33条，因为咱古早吼开始的时候是咱的用讲叫做中华民国，即讲中华民国不是我国啦，不过中华民国是原始的会员，后来退出以后，要搁加入就等这问题啊，因为吼。已经，迄阵中华民国已经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咱台湾嘛无法度，所以用这个GATT 33条，这个 GATT 在1999年改做 WTO， 这算历史的讲，这个 WTO 上古早号是 ITO 啦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那是建立联合国啦，甲这个。国际迄落货币基金会啦，甲世界银行同时要成立，就叫做 ITO。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就是
真侪国家原因之一啦，袂使讲唯一啦。真侪国家吼，因为失业问题发生，啊，煞讲啊变安怎？啊，大家就提高关税，讲哇失业问题吼，要来安怎解决？就讲甲关税提高足悬，外国物啊袂当入来。啊，所以咱的本国的消费者就买本国的产品，唔免买外国，安尼增加就业机会。迄阵1930年代的事，安尼想，真侪国家安尼想啦。啊！但是这个关税吼提高以后，你一个国家安尼想，啊，其他国家嘛对啊。你讲啊，你提高关税，啊，我物也袂当出口去，啊，我家己嘛要提高关税，我嘛无爱对其他国家进口。啊，本来国际贸易是大家安尼互相吼做生意，啊，关税吼较低啦，安尼大家安尼对这个经济有帮助，啊，有一个创造一个就业。啊，即马开始吼。有人国家讲提高关税，讲在增加本国的就业机会时，其他国家对啊，大家拢提高的时，安尼变啊，变讲即个说贸易个说互相，说受了真大影响啊，啊你失业嘛袂解决，啊不然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啊以后咧，即了大家来检讨，讲啊这样咧唔对咧吼，啊一步吼无通咧，啊所以讲啊就失。当然，包括联合国、包括世界银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会，这都是希望用来解决世界这个争议啦，世界经济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啊，其他这个冲突的问题也好。啊，内面一项就是 ITO， 就讲希望来降低关税。但是呢，即、这个吼，大家拢讲啊，差不多啊，拢迄个吼，即国际贸易组织就是要吼要成立嘛。但是美国国会讲，即关税是我国家的主权，我乃使提即个物啊来即国际组织来讨论。美国人恁足清嘛，是世界大战，是这样。因为即个关税吼 ，ITO 就是来讨论吼，要安怎降低关税，来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啊，你即马讲。啊，我这吼，安尼大一定甲几个国家的关系拢起来遮讨论，啊，讨论闹问题，普通就是安怎？那国际组织当然就安尼表决啊、多数决啊等等吼。啊，安尼美国人、美国国会讲，啊，我的关税，我这个国家的关税起来，国际组织来讨论，啊，恁我结果要讲叫我降偌济偌济，伊就咪讲安尼是深海流域的主管，所以美国我要参加退出。而且天主教的美国无要参加，这个鱼都未上一来咧。啊，结果就改做讲啊，做 GADD 啦，就是关税贸易个总协定，迄种是一国际组织啦，迄个大家吼做伙来讨论安怎关税哦，啊要降偌济安尼吼，大家来讨论啦。啊，这个所以迄阵啊做 GADD， 但是后来嘛感觉讲啊，这个 GADD 哦拢爱强势啦，什么代志哦要降偌济拢讲啊。迄个开始吼，要讲一个吼降头，伊也做一个回合的谈判，即卖已经第九遍啦。哦，讲即个吼，咱今年要来降低哦几项的关税，安尼讲也做哦提出来一个回合。啊，因为吼二世界大战以后，迄关税一直关到差不多20%、30%，遐尼悬，啊遐尼悬要降关税，大家较容易接受，所以也要开始吼，那一个回合差不多一年啦。解决了 ，OK， 大家拢同意。过来两年啊，愈来愈降低；过来三年、四年啊，到争辩咯，八年空战，八年啊，啊，就乌拉圭核谈判讲八年啦，讲一个一遍啊，咧，全世界要来讲降偌济关税，讲八年啊，讲八年，讲到大事做无耐性啊。不过即摆是降到平均，差不多3%、5%安尼啦吼。还要搁讲足困难，所以即马拄下回合哦，已经超过八年啊！就最近这边也未解决，因为讲到尾啊，农业的问题、什么问题啦，这些问题不容易吼，大家共识啦。啊，所以先入改做 WTO 可能伊关物啊，会使来用表决啊，啥啦吼？因为无吼，就这些天气大，拢讲啊，拢同意吼，这个足困难的啊，所以1995改做 WTO 啦，世界组织吼。啊！咱台湾1990年申请加入，经过12年的协商，哦，啊，到2020年正月正式加入到WTO。2020年经过12年啦，啊，咱台湾是140个国家，
啊，咱甲中国早前伊是了日日光光，因为十二月十日，其实是差不多拢伫同一个吼，同一个时阵完成的啦，拢谈判好势啦。